王琦举你准备。日开集嗰阵时，咁啊晚啦晚集嘅咧就日胜半军同埋嗰只王者真爱嘅，咁啊首先抢放其一档咧罗彩福，已经紧随其后嘅马匹，仲呢个篮球威之后，跟住就呢个喜得利啊，后一个马匹跟住个马匹仲呢青花蓝，咁啊再后三个马匹跟住个马匹就烈火骄阳健康之后，跟住日胜半军啊，再后个零马匹跟住咧仲呢个爵士乐之后，跟住就皇家金币啊，我哋讲杀紧上嚟嘅马匹仲有呢个老马好兄弟啊，尾三位置咧就系、是、呢个一炮羊包咗落俾嗰三只马咧就分宝就殿后嘅一对马咧就王者。真爱同埋嗰个尽展所能嘅，向住呢个九百零米电子奖牌罗翠峰要留唔住啦，咁啊已经同嗰只咧系青花蓝双双脱颖而出，篮球威步住好有力嘅第三位啊，内栏第四位就喜得利中档第五位嘅马匹就健康啊，内栏接紧上嚟嘅马匹咧仲见到呢个爵士乐，咁啊之后跟住仲呢个烈火骄阳啊，外档蚕食紧上嚟做呢个好兄弟，再之后跟住日胜半斤皇家金币啊，尾四位置咧就分宝石，尾三月一炮羊，尾就尽展所能，远远包尾一只马就王者真爱，唔知咩事嘅，向住呢个八张方面奖牌啦，罗翠峰两个首先咧，两个身份咧，首先入嚟直路抛甩咗呢只青花蓝咧，首先入直路嘅青花蓝呢个第二位啊，内栏接上第三位嘅马匹，仲有喜得利嘅中档立紧上嚟嘅马匹，仲有好兄弟，咁啊大角档打紧中档度咧，一炮羊内栏接紧上嚟嘅马匹咧，亦有呢个爵士乐嘅，咁啊斗到嚟最后一把罗彩福已经达到成四个身份啦，呢、这个时候健康咧，两个战袍咧进占呢个第二位，外栏杀上第三位嘅马匹，仲有呢个爵士乐，罗彩福已经打到三个身份，应该系赢噶，守住第二位就健康，咁啊内栏接紧上嚟嘅马匹咧，仲有呢个一炮羊，个钟点嗰字，罗彩。福英第一、第二名嘅健康，第三名系有呢个一炮而用，同埋呢个七号嘅爵士乐影响争第三嘅。好似爵士乐嘅时候，俾只爵士乐咧系带向外斜嘅，大概千三米左右，日胜冠军咧就追赶嗰只喜得利嘅时候咧，喺佢后蹄就要勒鼻，日胜冠军咧就难以稳定手，难以稳定走势。咁啊，同一时间呢只分宝石咧亦都要收慢嘅。分宝石咧就同篮球威大概1200米转第一个弯嘅时候被逼走外碟，分宝石700米入直路咧持续走外碟，话咗啦呢位泰国嘅见习生专走外档。